在下午1点，台风泰利是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270公里，预料它是会向西北偏西移动，大致雷向雷州半岛一带的。泰利已经开始远离香港了，本地风暴的风势的风力开始逐渐减弱，但本港西南部在未来几个钟仍然是普遍吹烈风，高地更加达到暴风程度，大家要继续做好防风措施。視乎泰利遠離香港的速度和本地風力的變化，以及泰利雨帶相關的陣風會否持續影響本港，天文台會考慮在下午4点至7点之間改發3号強風信號，市民請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。現時海仍然有大至非常大浪和有湧浪，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。